對於 PropTech 地產科技，原來全世界對呢啲技術都好渴求嘅喎。係噶，根據調查機構 Crunchbase 嘅資料，截至今年三月初，地產科技公司已經吸引咗全球$9.62億，即係大概$74.4億嘅投資。而在2020年3月以來，總投資金額更達到$87億，即是大概$675億。地產科技市場發展潛力仍然不斷飆升，你說厲不厲害？咁聽落去又真係幾勁喎！其實除了上網睇樓啦，同埋有效管理樓宇質素的技術，仲有啲乜嘢應用又或者方案都可以歸入 PropTech 嘅咧？等大家可以多啲概念啊嘛！香港有些地產諮詢公司和風險管理公司針對商業地產市場推出了一些工具，透過人工智能 AI 和大數據分析，為商場或者企業的辦公室做人流管理，這些都是 PropTech 的一種。現在的 PropTech 技術在後疫情期都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因為疫情改變了很多上班和日常習慣，例如如常回辦公室還是留在家工作都有很多討論，結果出現混合工作模式。在這種工作環境下，辦公室和網絡安全都成為了企業的挑戰。 Cisco 思科其中一個 PropTech 方案 Cisco DNA Spaces 就是將 Wi-Fi 網絡、網絡攝影機、視像協作平台 Webis 整合系統，會實時統計每一日進出辦公室的員工數目，以便員工了解辦公室當前的人流狀況，再決定是否回辦公室，從而保持社交距離。另外，系統又能夠連接紅外線熱像儀，自動讀取員工和訪客的體溫，確保員工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又或者利用 Webis 作為電子訪客管理系統，提供靈活和安全的工作空間。Cisco DNA Spaces 仲可以連接各式各樣的物聯網 IoT 設備，企業透過單一平台看完 IoT 設備的狀態，甚至做到檢測環境、自動調節冷氣。例如會議室沒有人，又可以自動控制關冷氣和熄燈，不單止改善工作環境，還可以節省耗電。對企業來說，既能夠向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亦能夠做到節省營運成本等等的好處。網絡系統過去都被定型，以為只是用來傳送公司的資料和登上互聯網，但是實際用途可以很多，甚至改變物業管理概念，成為 PropTech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角色。